随便一边吗？还是用一个？没有，随便一边。我想说，他一下子就把它包干了。对对对，这不容易。对对。你看，其实我开的不是很漂亮，那个皮很容易裂掉。哎，这不能对我缺口哦，这个资料完全封住。对，完全封住。阿姨，你们都早上都几点就过来包的？对，7点就到了。我们5点59被叫起来，我就迟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今晚10点，我今晚就家。这边就是公司，三三频道。